感觉就跟丢模拟比赛差不多吧，那感觉都一直保持的还不错。不会啊，没有什么好紧张的、啊，因为模拟比赛的时候其实都有去模拟过了，所以不管那是哪上有没有人，其实对我来讲影响不大。反正因为自己都已经有准备好那些情况之下投球，所以没有什么大，没有什么问题。没有、欸，因为今天只是第一次而已，反正就是照着捕手的配球，然后尽量是以直球为主这样子。直球感觉到还不错、啊，然后控球程度上面也不错，那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疑虑，也没有什么困扰自己的，所以一切都蛮就是顺利的。